理由。我也想在艰难环境中，在艰难险阵任务中磨练自己。既然比分相同，说明我有担任此次任务的能力。虽然我不是党员，但是我在军校期间就已经向党组织递交过我的入党申请书，自愿接受党组织的考验。因此我强烈要求执行此次任务，请党组织给我一次机会，